愿信，愿者愿信，曾经受受敌人必应信得神。无论是黑利利人、法外人、聪明人与智者，我都欠他们的债，所以请愿尽我的力量，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用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。这义是本于信，义者于信，如今上所记依然必应信的神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见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心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笑得叫人无可推却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中昏暗了，只成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胜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比受欢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这一世本于神，一者于心，如今上所记依然必应信的神。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见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心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，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笑得叫人无可推卸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胜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比受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这一世本于神，一次于心，如今上所记依然必应信的神。